龙珠超电影版反派新角色，人造人加玛一号二号，这原型该不会是超帅反派赛鲁完成体。人造人加玛二号跟赛鲁完成体对比图。七龙珠超宇宙最强杀手希特，人造人加玛一号跟希特对比图。超级无敌期待新的电影版上映日期。Love Peace 拜拜。